欢迎来到茶联工厂高好。今天是4月1号，所以我来教大家怎么弹张国荣的这一首歌曲。这首人生路呢，就是张国荣的歌啦。那我教大家怎么自弹自唱这首歌喽。那首先呢，要知道这首歌是什么调。我拿的这一首歌是低调的歌，然后它是四拍的。之前有一个影片，我有教大家怎么去用低调的 Family Chord 来弹这种 Better 的伴奏花式，就是自弹自唱的。OK，所以这首歌里面呢，用的这个和弦也是低调的和弦哦。所以如果你对低调的和弦按的还不是那么熟悉的话，那我建议你去这个影片复习复习一下，熟悉熟悉一下。OK，你们可以到我的这个 webpage 去把这个 music score 乐谱打印出来。OK，我又给它简化了，所以那个 intro 前奏那里有简化，然后还有间奏那里有简化，蛮适合给初学的朋友来弹的，好不好？OK，so 我们现在开始弹琴喽。等等。在开始之前，我要同你讲咧，就系茶陵唔系广东人，所以咧，如果我要唱错，唔好笑我哟。第二，就是喜欢茶陵的教学，想要跟茶陵学自弹自唱的朋友，可以初学者，那不要忘记点赞、关注、订阅我哟。嘿，好，上课啦！这首歌曲的主要节奏是这样子的，一和二和三和四现在我们先来看看前奏怎么弹，我把它简化了。OK，我是用 play by ear 的方式来弹的，所以是这样子弹的。OK，旋律先哦。那如果加上左手的伴奏要怎么样呢？是这样子的，我边数边弹哦。Okay，Ready go，好，我们来看看他的主歌要怎么弹呢？嘿，在有的一个小节里面有一个和弦，那我们就用这个 rhythm 这个节奏，OK，用这个节奏。如果一个小节有超过一个和弦，那可能那个节奏就比较不一样啦。Alright，那我会慢慢的带你们弹这一首歌，可以放慢速度弹哦。仰上楼，眉毛起落秋，落泪风霜，风霜泪光，红尘里，眉毛也几多风雨，这凄凄。
接下去就进入间奏。间奏怎么弹？那在讲到这间奏，就要知道要怎么样从最后那一段那里结束后接下去弹间奏。OK， 最后一个字是忙，对不对？那个忙，锣锤呀，蒙蒙。然后最后这个忙呢，它是四拍，所以前面的两拍你要这样子弹，锣锤呀，蒙蒙。它最后一个忙就是一，你当你唱忙的时候，忙就是一啊，一和二和，然后三四，最后两拍你按着这个 B minor 和弦你拉它，你拖两拍之后就直接进入间奏。那间奏呢，第一个小节你打八次的 B minor， 它是这样子的，这样子数那个拍子，一和二和三和四和，就是里面有八个 B minor。 OK， 再听多一次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 Alright， 之后再给多一个小节的 B minor， 一个小节四拍哦，三四，所以整体是这样。整体就是这样子，你给了四拍 ，hold 着四拍 ，OK， 拉四拍后，接下去直接弹前奏的那个旋律。现在我们来弹最后一段了，那我会从前一段的那个风仿佛在梦中那里开始，然后接下去进入间奏，然后才弹这一段。 OK， 这样子你们就可以知道怎么样去借。 OK， 从第二段接入那个间奏，再接入最后一段。好，准备咯，开始。风风发作好长。